揭秘是他。大家好，欢迎收看史上最骚的大型秘史脱口秀《泄密食堂》，我是龙飞飞。这香港的僵尸片大家都爱看，又搞笑又瘆人，有点意思。只可惜演道士的专业户林正英已经是驾鹤西游了，所以后来僵尸片也就不怎么出了，有点遗憾啊。不过没关系，既然大家都喜欢僵尸，那咱这期节目就一起来聊聊僵尸的那些事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僵尸的相关记录了，哎，只是那时候很简单，僵尸指的就是死后长时间没有腐烂的尸体。后来随着民间对僵尸赋予了一些想象吧，以及渲染，僵尸才变成了鬼怪。在明代中期以及整个清代，僵尸鬼怪说是盛行于世。在袁枚的《子不语》和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当中，都对僵尸有详细的记载。这袁枚是乾隆时期翰林院出身，就喜欢研究奇闻怪事儿，哎，这是一神人。而纪晓岚呢，纪云也不是省油的灯，不光喜欢跟和珅斗，业余时间还喜欢打僵尸。他这《阅微草堂笔记》号称是中国的僵尸宝典。当然了，民间野史中那对僵尸的传说就更多了，但传说归传说，太虚了。今儿啊，我就来揭秘一桩史上确有记载的真人真事儿——清末广西僵尸吃人事件。揭秘是他。在清同治年间，也就是1872年，阎树森出任了广西按察使。这按察使干什么的？其实就是考察广西啊地方官员和体察民情，天天就是在广西境内跑来跑去，大事小事都得管，就跟那现在城管头的差不多。所以这按察使阎树森对广西地界上发生的事儿是了如指掌，在他的日记中就详细记载了当时发生在广西境内的一起僵尸吃人事件。日记记录是在1872年7月初的一天，平祥土州的彝族部落里不明不白就死了仨人，族人都怀疑这是附近壮族部落搞的鬼，于是啊，两个部族之间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斗殴。就像那老炮电影里讲的，北京人管这种大型斗殴叫打群架马逼。这下好了，这群架打得有点刺激，有点激烈，最终双方啊死了好几十人，事儿闹大了，惊动了官府。很快广西太平府就派官员来进行调查。当时的平祥土州隶属于广西太平府，这地儿啊现在叫广西平祥市。别说，我还真去过这地方，当地少数民族确实挺多的，风景也不错。这官府来的人里面有太平府的参事，还有巡捕房的捕头和仵作。仵作啊就是古代命案里负责检查死尸的人，跟现在这法医一样。就在官府这帮人到达事发地的当天晚上，又有一个人神秘的死了。不过这回死的并不是这两个部族里面的人，而是附近傣族部落里的一个小女孩。本来官府的人很头疼，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死的那仨人啊，尸体按照当地的习俗已经被火化掉了。哎，仵作来了也没用，他根本没法验尸，找不到任何线索了已经。而这天晚上，傣族部落里刚刚莫名死去的这小女孩，因为发现的及时，没火化呢，这就为案件的侦破留下了线索。看来这回凶手跑不了了啊，真相即将浮出水面。可谁成想，当仵作验完尸以后给出了一个结论，竟然所有人瞠目结舌，这小女孩并非人类所杀。这当地的少数民族本来就特别迷信，既然说不是人干的，那必定就是妖魔鬼怪了。而且这几个人死的还特别奇怪，身上啊都是被咬得稀烂，血肉模糊的，这就让大家更加认定这事儿肯定是鬼怪干的。官府也挺逗的，说大清朝也没有神探狄仁杰这样的高手，怎么办呢？于是啊，就迅速地召集了十里八乡各族部落里的巫师，干嘛？联合起来抓妖。可折腾了好几天，这狗屁也没抓着，眼看啊，农历鬼节可就要到了，这凶手还在逍遥法外，这事儿弄得大家人心惶惶，惴惴不安。果然7月15日鬼节这天晚上出事儿了。当天晚上，捕头带着几个巫师正在壮族部落的村里巡逻，忽然间一大波僵尸就冲进了村子，见了人就疯狂的咬，鸡鸭猪羊这见了葫芦就吃。我靠，见这阵势傻子还跟那儿站着呀，
大家吓得撒腿就跑，都跑山里面躲着去了。等到了第二天天亮，村民和官府的大部队集结完毕，才一起杀回了村子。可回来一看，僵尸是一个不剩了，整个村子已经被祸害的底儿朝天了。大家伙清点人数，发现死了60多人，基本上都是那跑不动的老幼病残。这剩下的尸体是惨不忍睹都是缺胳膊少腿的，满地血脑浆子什么的，恶心极了，已经是让僵尸啃得不成样了。事后据幸存的目击者回忆说，这些个僵尸根本不像香港鬼片里那样一蹦一蹦的傻乎乎的，而是移动的速度非常快，倒有点像那美国的丧尸，而且穿的也不是清朝官服，就是普通老百姓的衣服。这僵尸穿清朝官服这形象挺有意思。有一年春节还是什么，我去天坛看祭天仪式，皇帝率领众大臣出场以后，就听旁边有个小朋友指着那大臣喊，爸爸快跑，僵尸来了。看来这僵尸穿清朝官服这形象已经被刻在我们的脑仁当中了。其实无论是子不语还是阅微草堂笔记，这中间都没有记载说僵尸是必须穿官服的，这都是后来香港鬼片给设计的形象。为什么僵尸它就不能欢身一点呢？其实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僵尸片都是这个小成本制作，这些个服装道具这部片拍完了下个片接着用。您没看僵尸先生出了好几集吗？来回来去都是那几件衣服，省钱呀。还有一点，您没觉得这身清朝官服其实也算是另类制服诱惑吗？一群僵尸站一起都穿着统一的制服，也很霸气啊。如果僵尸都穿那丝袜高跟鞋，那谁还怕他呀？这鬼片最后得拍成色情片了。我这儿有好几部好看的僵尸电影可以推荐给大家看，节目里咱先不说了，您可以掏出手机微信搜索购野 China， 也就是 GOYE China， 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咱私底下交流去。仙女是他，僵尸吃人这事儿惊动了刚才说的那位广西按察使严树森，他听完以后立马动身就前往了事发地，一到那儿就下令封山，以事发地为中心，方圆10里内不得进人，然后就下令放火烧山。打这以后确实消停了，再也没出现过僵尸吃人的事儿了。但是严树森下了死令，不准任何人提及与僵尸有关的任何事儿。当时广西太平府里所有记录此事的公文也一并被销毁了，唯有他的个人日记中详细描述了此事。我觉得这哥们儿不让别人说僵尸，自己倒是给偷偷记下来了。看来老严想日后上今日头条玩儒家，够鸡贼的。不过要是没有这本日记恐怕这僵尸吃人事件也就没人知道了，我呢也就没得可喷了。广西这事儿平息以后，按察使严树森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折子是这么写的：越南境内英吉利人勾结我国奸人烧杀抢掠，欲行不轨。我们看这奏折里对僵尸是只字未提，只说是英国人在搞鬼。这事儿被老严换了一套说辞，就跟皇帝那儿折过去了。不过有些大臣还是觉得这事儿挺怪的，有些蹊跷，但所有证据都没了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了。所以1872年广西平乡这事儿就成了史上未解之谜。这僵尸打哪儿来的呢？其实我对这事儿还真做了一些研究。我可不相信有鬼怪，我认为这所谓的僵尸很有可能就是感染了狂犬病的病人。这个狂犬病在战国时期就有记载了，古人叫做疯狗病。我觉得这事儿很有可能是由于某些人感染了疯狗病，然后发疯到处去咬人。毕竟这个狂犬病疯狗病可以通过唾液传染的嘛，然后通过咬人就传染了更多的人，随后呢发生了一系列的咬人事件，也就是所谓僵尸吃人事件。为什么这么分析呢？因为广西当地人有个传统，大家都知道，就是爱吃狗肉。狗肉如果没有处理好没煮熟的话，吃完了就很有可能得疯狗病。而且广西人大吃狗肉的时间是在夏至时节以后，这跟僵尸吃人事件发生的时间相当的接近爱吃狗肉而且时间又正好对得上，所以我认为僵尸其实就是
得了疯狗病的病人，而非鬼怪。当然了，这是我的个人愚见，是也非也，听者自辩。此外呢，还有人根据严树森的奏折内容，大胆的又进行了一个新的推断。他们认为这事儿啊，跟疯狗病没关系，也不是英国人在搞鬼，而是沙俄人的一场阴谋。怎么回事呢？咱接着聊。泄密是他。1872年，清政府迫于沙俄的淫威，签订了这个俄阿条约。咱过去啊，老是受欺负啊，签过各种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事儿啊挺窝心的，咱以后再聊。在俄阿条约中规定，中俄必须要通商，也就是俄国啊可以往中国强制性的卖货了。其实通商只是表面上的借口，这背后隐藏着更深更恐怖的阴谋。刚节目里说过了，平祥这地儿我去过，因为上次啊我自驾去越南就是从平祥这里的友谊关口岸过去的。在古代，平祥这里的老百姓去趟越南的河内比去那广西首府南宁还要近，所以这儿啊自古就是个交通要塞，来往的人多货也多，挺混乱的一个地儿。在中俄通商后的某日，广西平祥的货场早早的就送来了一批从沙俄运送来的货物，一个叫阿蔡的搬运工负责把这些货物啊搬上沙俄人的马车。可能是头天没吃饱饭吧，这阿蔡啊，我们叫他菜头吧，在搬运一个箱子的时候不小心就摔了一跤。哎，就是这么一摔，从箱子里摔出一个精致的金属小瓶来。菜头一看，哟呵，这没准是个值钱的物件，趁着没人看见啊，他麻利的就把东西塞进了怀里。可能当时他心里正美得要死呢，心想这东西要是转手一卖，晚上喝花酒的钱就有了。可万万没想到的是，菜头怀里的这金属瓶子竟然流出了一股滚烫的液体，迅速的渗入到了他的体内，瞬间他是痛不欲生。这往后的事还用说吗？菜头变僵尸了呗，他开始疯狂的咬人，又传染出好多僵尸。哎，于是就出现了整个僵尸吃人事件。这种推断要我说一听就不靠谱，这意思是说沙俄想搞细菌战来吞并我们国家，这真是太扯了。通过病毒传染变丧尸的事儿啊，现实中根本就不可能。我知道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行尸走肉那美剧，哎，里面满世界都是丧尸，就剩几个正常人了，天天东躲西藏的挺有意思的。嗯，大家都喜欢看，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全世界都变成一副屌样了，哎，活着的人不用上学也不用上班，天天就是玩呗，这多爽啊。而且进了商店东西随便拿，吃的喝的玩的用的您往死里拿吧，根本就没人收钱了。我靠，这可太刺激了啊，怪不得大家都爱看呢。哎，但那毕竟是影视剧啊，看完乐呵一下您就行了，明天呢您还得继续做苦逼，该干嘛还得干嘛。不过美剧里面的那可不是僵尸，那叫丧尸。僵尸是咱中国的土特产，什么丧尸吸血鬼之类的都是外国鬼啊。而且他们啊，这些外国鬼跟我们的僵尸有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外国鬼都是活人变的，而僵尸是死人变的。曾经有一哥们问我说，这个僵尸和丧尸 PK 的话谁更猛呢？这问题很烧脑啊。我一本正经的想了很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俩玩意儿谁也没见过，你这问题啊纯属吃多了闲的，一边待着去。后来我这哥们儿啊送了我一件东西，我给大家伙瞧瞧。这啊是一只青石雕的案头狮，看这造型和风化的程度，年份不是很久，跟这广西僵尸吃人事件啊约莫是同一时期的玩意儿。行，今天就送给大家伙吧。咱不搞暗箱操作，您猜猜这石狮子的重量，把答案啊写下面评论里，然后微信搜索购也 China， 也就是 GOYE China， 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到那儿领奖去，谁猜的最接近最准，这狮子就归谁了。时间也不早了，咱下周再继续讲有意思的秘史吧。跟您说，看我这节目绝对比看小说精彩多了。我是龙飞飞，泄密食堂，下期见。